真的跟你说，这节目真的是怪怪的，你真的要小心一点。看好像很可怕。对，旁边你有没有看到那些怪怪的眼神，都是不安好心。是有什么脏东西啊？对对对，有种怎么会这样？脏东西，你就是应该要隔开一点。我真的觉得你要离他们五公尺远。可怕。尤其中间那个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你啊，黑黑的一坨啊，黑黑的一坨。我打马赛克，你看又打马赛克，太黑了，太黑了，太黑了，黑黑的一坨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麻烦打个18禁这个节目，不行了，这不行了。黑黑一坨，我啥都看不到啊，看了那东西都没有啊。上次你来那个精华，我看了，我天哪！哎，对啊，我马上请你可以不要一直骚扰我朋友吗？你有看精华吗？你有看精华吗？你有看精华吗？但你真的不了解，他已经长大了，他什么都懂。了解，跟他专业没关系。什么都懂哎，但我没有骚扰他，他什么都懂，我可以，我知道好吗？啊，今天那个什么都懂。今天叶子来到回来那个怕好戏啊，那我这边是哈鲁，这边特别准备一位对手，也是叶子的好朋友啦。我们欢迎我们的小梅。差点要讲小咪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好，那个东皇的别爱梅飞来到现场，这谁写的？梅好，事不宜迟啊！我相信观众都很期待，因为有人一直在说什么，哎呀，让叶子跟那个小梅打一场啊，友谊赛啊，对不对？输掉要进惩罚啊！你希望惩罚是什么？要抽签啊，又不是有那种惩罚都是抽签，比如说什么。比如说什么填，这很糟糕啊！你刚填什么？填什么？你刚填什么？你刚都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算了。你刚打输淡水人都没叫你罚了，真的。吃热狗啊，来啊！谁要敢吃热狗？我说你们输了吃热狗啊！要吃热狗啊，来啊！来来来来，反正我上面要塞那个什么小黄瓜，不可以吃到那个热狗，要吃到里面的小黄瓜。为什么你讲起来都真的很变态？哪里变态啊？啊，这个是在那之前呢，啊，两位先帮我进那个对战画面，好，然后在那之前呢，先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叶子带回来要给大家的欧米亚给。哦，对，大阪的 banana， 啊，大阪香蕉啊，香蕉蛋糕。哦，香蕉蛋糕哦，所以是香蕉大choco daiko。哦，大福啊！对他，你自己买，不知道哦，到我腰嘞哦。所以我们就现在拆开来给大家吃哦。对啊，好，真的，一边看一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下下下，其实我再来吃点心的，拿一个最下面那个。没有，没有没有，第二个就可以了，第二个就可以了。这已经是那个最脏。好了，一般来讲去大阪就是不外乎会带这些东西回来。对啊。嗯，你还有买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回来吗？有啊，还有一些，可是因为我从南部回来，然后行李太多，所以我用寄的。啊，今天还没有寄到，所以我只能先带比较小的。所以下一次还会有别的哦？没有，礼拜二应该就吃光了。他们俩。我昨天看你在煮一个很有趣的房子哎，我那个。结果。不要讲了，完全没有缺点。等一下，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。要让你被我陷害。我他们说他们聊他们，不要理他们，我聊我们的。水哥，你比较喜欢大眼戴眼镜还是大耳朵？你要现在讲吗？下节目再讲吧。不要那么欺负人家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你学的都可以被他掉啊。对呀、啊，没办法，聪明，你看聪明，要说下节目再讲。不是，那你前面一块就没有现在，刚刚那广告五分钟，那个不能讲。不要害他，不要讲，那可以讲吗？我听到，我有听到。是什么？可以吗？那我讲了哦。下班再讲是不是？你要吗？那我现在讲喽。统神电台再讲。办呢？可以讲吗？十八禁的可以准备再打出来。准备再打出来。你们不是你们一直在开场那个吗？打你们的、啊。对啊，快点啊！想要角色可以。我讲我的话跟你屁事啊！哎，我今天原本要练习连段，然后就一直失败，打不出来。我看你打那生存模式真的很难过啊。小明，你选一个跟你自己现实不符的角色，对不对？谁呀？他选签名啊。签名啊。你那就是你叶子。你刚刚想唱我什么？没有，那就是叶子你选的跟嗯。怎样？嗯，这是梦想是吗？怎样？哦，你们知道他的观众都已经知道了。没错，叶子选了一个这辈子都不可能的蜜塔。25岁以前。你现在是想要得罪两位？怎样？我讲当个赛也不行，但自己当不讲很奇怪。不，拜托你讲，拜托你讲，我要吃东西。哎呦！叶子一个屁股撞过去，那个小梅的脸上，小梅脸上很痛啊！哇，小梅一脚踢过去一个升龙拳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又靠这升龙拳，哇，一踢到叶子脸上，一直靠这样，哇，叶子摔了他一下，这个干这个菜，这个摔跤戏有没有？会啊会啊会啊！谢谢。哎，两边都蛮会的呢。巧克力啊！哎，
巧克力啊，对啊，阿爸你会吗？小梅就拳头打叶子胸部，想加你抓，我刚打他胸部啊，他说一起一起，我有不太敢的思想。你哦，叶子一个香蕉，你看啊，这是软软的，软软的豆苗。什么软软的？不要乱讲。我说这个啦，我知道啦，小梅用三龙拳踢叶子胸部，小梅用通龙拳踢叶子胸部，叶子三击啊，叶子三个哥，哇哇，拿麦克风打小梅的腿，你们想听什么？就是腿。好啊，叶子刚抢先领先了一个灯，哇，小梅还是不离不弃啊，看叶子胸部不爽，硬打叶子胸部。啊，没小梅用你的心跳球打叶子胸部，叶子胸部都快扁啦。你做的不错的，我跟你讲，叶子现在离开，一直离开，他的手一直护着胸部，一直挡胸部，又挡住，哇，小梅又是叶太厉害了，叶子挡住了，小梅真的很厉害，一直用拳头去打叶子胸部，他还没有别招了，就是一直伸龙拳脚，一直用拳头打，我真的不会别招，一直打，哎呦，神奇啊，一直摔了他一下，哦，小梅现在会乱插。乱杀乱杀，哇！小明现在带有领先优势，哇！一个灯，不错哎。等下点点点你哎，播报不好啦。点点我，你们打成这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播好吗？拜托，他一点水准都没有，莫名其妙一直用屁股抵着小梅的脸。哎呦！也是偷摔了小梅，哇！小梅用膝肘膝跳插过来，哇！叶子想要偷摔没摔到，小梅还是一样用她的拳头一直打叶子胸部，一直打一直打。伸动拳脚，哇！叶子摔到啦！哇！以小梅的体重，这样被叶子压，应该是没有办法啦。怎样啊？哦，小梅带的是叶有重吗？没有。啊！怎么这个叶子求救，都比出来，好，都比出来。为什么是我啦？你们他们叫你做援助吗？哦，小梅带的是叶，哇！叶子一直摔，一直摔，说你在打我胸部啊，你在打我胸部，我摔死你！真的，看一下你有别的吗？他明明就是用手一打你的肘击，一打你的中段，但是不是打你胸部，就打你什么？啊，麦克风打到他的脚，没错啊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你打到他的，然后你要中停顿一下，然后讲胸部？我看那个是脚，对。你刚刚想讲别的字是不是？嗯嗯。对。你懂我，你懂我。我们俩太有共鸣了。你干嘛跟我说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自己跟我又有共鸣了。我又没有来了。我讲什么你都懂。一样的兴趣耶！我在怀疑你，你我在做什么？你家没有在做什么？三公尺远，你刚刚不要理他，以后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就看别边。我不相信，你受不了的，因为你懂。我长这样啊？你都自己都不知道？我没有开，我没有吃啊。你要吃吗？你们先吃。他们都吃了。好，我们那个要来开那个对战房了。啊，遥感给我。我们可以走了。大哥，拍我！观众没有人跟我们打。走。也是啊。观众没有人跟我们打，谁要跟我们打？有啦，怎么会没有？来来来，那个你要用哪？你太好了，你拿那只，你快拿那只，妈的！没有啦，我们要跟观众打网路的啦。我们要跟观众打的。那那只真的比较用，握嘛。那只比较钝呐。应该是延迟器的问题吧？对啊，接那个转接器的问题。算了，也不是啊，应该是我内循的问题啊。吃个。哈鲁。好吃，给摄影师吃。好了，那个金龙东水刚讲挺好累哦，你才讲几句而已啊，你就讲胸部，真的也没听你讲什么其他的话。有没有到底同一招一直打跟神龙拳？我要讲什么？我说什么内容？你一直拿那个棒棒拳去打他胸部，神龙拳踢他脸，棒棒拳打他胸部，胸部踢他脸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好凶哦！看得到，至少要多一千呐，卖一千。啊，你那个格斗大厅开个房间。哎，这个我不会，你比较会快。你真的是啊，他不是技术型玩家哦，他不是技术型玩家。我只会打。我跟你讲，他新的称号，他叫做快打界的统神。啊？我不会快，真的差不多。快打界差不多这样子啊。对不对？他已经往那方向去了。差不多，原来如此啊。他自称快打界颜值最高啊。不是我啊，大家都这么说啊，快打没有人啊。就是因为没有人啊！哎，网络有没有接到？看一下。啊，有了。好，格斗大厅，啊，淡水人代劳，好不好？还是淡水人先打好了。淡水人要创杰吗？哎，创两人房就好了。把你的摇杆拿给人家了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不要跟我们打了。然后
对，取一场就好了，然后人数二，然后角色选择打开，哎对，然后那个预约席打一，啊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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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设置密码95527，哎，对95527，好啦，我知道大家都想跟女生玩啦，我们。后面大概十分钟安排小可以不要吗？欺负女生吗？没有啊，大家都想跟你玩啊。他们好像想跟你玩啊。等一下换他们两个玩的时候，我要当摄影师哦。我现在越来越会耶。你真的要害麦卡贝贝和西西那个？哎，今天你老婆不在聊天室上啊？我今天她不在理我、啊。他已经把手机关机。他已经跟他老婆吵架一个礼拜了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啊。因为我很难叫，昨天。不是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他想要邀你到他家、啊、打快打？没有啦，很怪，好恶心啊，好恶心哦！他老婆制止他了，脏东西，脏东西，你跟脏我讲什么你都懂。哎，刚刚都没看进来是谁？哇，老张玩家，我猜一下，不是萨斯吗？萨斯吗？他是弟弟，啊，果然是萨斯。台湾用老张的都名字都记起来了。萨斯是谁啊？就那一天，昨天在八楼用手把玩到伤，得了会传染那个就是丧尸啊。不是不是，就是我要打，我就真的对他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用内许打，我就打他的对决根本就91，我还边跟他聊天边丢气筒，真的很没品。不是，这真没办法，那就像是台湾那个打我一样，这没办法。我打他真的是在那边丢气筒，我真的不知道干嘛。好，欸、可是他也打5000分啊，不错啊。而且他。常常被人家嫌烂线啊，所以要特别去换的网路线。所以现在是给观，现在是给观众挑战，对，进来打，会不会破坏人家游戏体验呢？不会啦，大家就是要进来讨虐的，又不是找你打，你破坏个屁哦！你看老张好可怜，他只能这样点点点。就是老张打米卡跟我不知道打他吧，我不知道了。还有哦，中午开吗？老张我有力，你有力哦，老张。啊，干嘛？哇！因为我要晋升一对决啊，啊，老张的小有力啊。为什么？我是不晓得，因为我听完米卡跟他的人讲说他们打老张是不利的，我心想说干老张这么烂，你们还可以说他不利？哇！我想说你们老张一烂这个烂到这个德性，你们还可以说他有一对决？没有，真的不知道。我在猜，可能是不是靠近的时候老张一直按他没办法。对了，他那个血多的时候很难进去。哦，因为你要跟他走，他也可以摔你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，这在摔不行啊！这在摔发力太慢了，又没有，又不是无敌的。我说对决很无聊，就在那边踢中脚。啊，对啊，就跟我打老张都蛮无聊啊。我看拜托他打那局更可怜，他也只能一直在那边这样。他只能是一直在那，他一百公尺丢空，我现在忘记有毛病，一百公尺一直这样，我就是丢气空。哇，太搞笑了吧！哎。哔哩哔哩，抓下脚，啊，乱动，好，差一点，眼睛脚，哎，没接到。我记得他那个 V trigger 转的时候，对啊，用跳的就好了。好惨哦，天啊，那个还对空还没有判定，可怕是面无敌才烂，真的很烂，这角色真的不太行。好了。哦，好痛！哎，又想摔，哔哩哔，哦，推一下，推一下，老张快到角落了，只能点，老张只能点了，他只能点金拳，疯狂，那还是点金拳，还是按金拳，哦，有了有了，这个还不错，要摔了，我都知道，对啊，我们都知道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对。好，恭喜萨斯！哎，这个对决感觉Lava真的有点难打。你看超智障的，他刚用那个Lava帮我打了个白痴一样。我昨天用内许把他打了个白痴，他现在用老张把他打了个白痴。你看他什么角色？什么角色？你们都收起啊！什么角色相克？好，刚刚打完被人家闭，差点没闭眼睛而已。就是先跳枪。强一下，强，强一而已，强一而已。你要不要让多一点的人进来玩？我不要打，给他们两个打了。我们两个打干嘛？没有啊，我们前面先不要打，我每集都要看我打，应该没有没什么。好，阿米达，哎，我很久没看你打。那我跟你打好不好？不要。我要选分，你拿香蕉给我。跟你打，你打给他，你打给他看嘛。打什么啦？我不知道。打给他看，打。好烦啊！打电动好。我就不知道怎么怪怪的，你不要害人家回去。那是谁问题啦？真的你呀，最好是说从你嘴巴讲。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讲会觉得这样吗？不会啊。你看吧。那我听我怎么？那听我讲呢？你哪一位？
你讲就是怪怪的啊，我就是这样东西啊，真的。哎，我讲话就是实在啊。好了，天悟了。应该是卡琳吧？哦，你完蛋了，小帅来看，难怪你不敢讲话，你就没有事情。你不能因为你老婆去了啦，你不能以为你老婆没在看你就乱讲话啊。但我老婆可能其实有在看，她只是故意不想讲话而已。啊，用 RB 用 Alex， 我的麦当劳叔叔，大叔买一送一啊。哦 ，Ken Wu。对 ，Ken Wu。小梅，你知道为什么他叫麦当劳叔叔吗？为什么？你看他头发。哦、oh, ，大薯啊，很像一包的薯条放在头上。对呀。哦。然后那个卡琳就是卖面包的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本来想要练卡琳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可爱。然后结果大家都说不要，就说很难。因为练卡琳的太多了，不缺你一个。对啊，他们是说很难哎、欸。对，哎是比较难一点，连段的部分。连段的新手会比较吃力。对对，一些要派生的东西太多了。好，一三一三。阿B 一个加盟正规，职业选手跟业余选手差别在哪里吗？就职业选手看看到什么鬼？对啊，基本上他就是先保持一个距离。然后我朋友一生气的，现在要出去打架。我跟人家说要推啊。哦，爱也没接到。哎，没有，延迟了吧？哦，这是假挥一下。特斯拉也是哎，那个比赛拉一波进攻二十秒都可以的。哎，真的，其实比较多的波，一套就二十秒的波。比赛不是这样吗？可是很不习惯。以前四代都打到那种剩二十秒、十秒，我觉得，五代人进攻有些情况进攻还是吃香啊。嗯。哈。无进角，好 ，Miss Q 挡住。动手。出现啦，在聊天室啊。好，我老婆又出现了。我没讲什么，都还没讲什么，还没讲什么。我坐很远的，你看他坐在那边，我坐在那边。对啊，今天马上九很开哎，嫂子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我不会让，我不会让他骚扰我的、啊，你放心。谁骚扰谁啊？我不会让他对我对不起。哎呦哎呦，不要担心啦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挑剔啊。红眼拳真的太霸道，我讲真的。你要留那个啊，第一七条，第二霸道了。我觉得有一个角色亲手接暴击的比较霸道。哦，小蔡也在哦。怎样？现在大嫂团都会看电视哦，全都在聊天室。我觉得我们节目下次啊，小蔡啦，然后冬嫂啦，你又给他们上，然后小梅啊、叶子啊，四个人有没有大嫂团？有要跟拜我炮戏又改名叫拜那个拜我，再加一个幽龙妹吗？幽龙妹好可爱，哎也不错，我们真的会挑哎，就是颜值比较高，哎这样好，哎我们就不用来，以后叫他们来好不好？你叫我老干，我们就没钱赚了哦，无所谓，反正这节目可以改名字哦，叫大嫂八卦团哦。帮我来钱人家口袋，他来钱人家口袋，他来就好了。我不累干嘛？那是你哦、喔。我不累干嘛？他真的在哦、喔。他真的啊。对啊，他在啊，他是忠实。你看，你知道我是最爱你的。对对，他听说他不是来看你的，他是来看这种，他在看这种。不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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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录不录。好生气耶！气死！生气耶！很奇怪。他女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看我，我老婆就很喜欢看他。我心想，他们两个是有毛，我们两个要交换一个礼物。刚谁还没打？哦，你还没打？这真的太过分了！我们不是我们小梅不知道我们两个同天生的，真假的？我们同天生的，同一天生的。那去年就一起在机场过生日啊，忘记了。我们两个同天生的，不同。嗯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我们被讲什么？他讲的。我讲不讲一半而已啊！你们知道我下面要讲什么？对面果然是最阿爸。我说我刚刚讲话延错，看看不行啊！倒霉，跟肉哥棒打。啊？我说我们倒霉，要跟肉哥棒打。哦，连进来。哎，对不起。怎样？跟你玩啊？又开不收找我打。不要啊！好吃哦。真坏，真坏。开不收找我打的，真坏。我靠！我打到一万分了哦。分数只是浮云。你在那边，你就不要输哦。我会输。我会输。我先讲，我会输怎么样？我是靠打预防，我是靠长相，跟不靠实力。童话真的很……哎，算是笑屁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叫卖屁事，算个屁呀！
太好笑了，今天回去大家一堆人要跪主机板跟算盘。哇，啃这套衣服好显眼。哎，我中拳呢。你中拳？他先按了啦。真的很勇敢呢。真是该。角落啦。我们。然后上一次我找洛克胖跟那个淡水人抢食啊，通明就说这个组合叫流量到淡水啊。公子还觉得蛮有梗的。有。我现在都。哦，金永东有机会哦。哇啦！妈呀！不要过来，你有没有？靠，那有那个地方用脚刀的啦。哦。啊，尖端不能去。跳啊！嘎！我的天啊！拼了拼了！好帅！呀！我他听不到，我在摄影棚讲，赶快跳！他这样跳，赶快跳！哥等很久了，啊怕那个万年老招中断，你还会中？虽然我也会中，中脚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跟你讲，都是放生。哇！片子没有在我家。闭嘴，跟我屁事。喜欢你啊！我这样怎么打啦？你不要讲话！阿不然，为什么不行？没有啦，就粉丝粉丝朋友粉丝粉丝。没有，他场次都是会找一子的。哦哦哈！一子的粉丝。哦。啊，这样关叶子什么事？对没？对啊，而且洛克胖也有去康妮那边啊。他追的人可多了，是不少。干，我讲对空了啦。吉永东这边其实他算是守得很好了。啊！哇！我今天没有反应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哎，我退康哎。干，我侵权，这是不是烂样？快跑！快跑！妈，不要来！啊！我笑，我侵权了，笑我。欸，他知道那个破解的方法。不要不要！我起身用这个干死他！帅了！没有！挡住挡住！不要动不要动！打好打好！打好打好！对！跑跑跑跑跑！哦！干怎么会被切啊？不会的，不会。没有，我装真的没装好。好，真的吗？强姐啊，你可以再上出一场啊！来啊，阿胖继续啊！他要不是要跟我打，无所谓啊！你再打死我，我就把叶子打死，你最小心。搞叶子，打过来一次啊！过分哎！啊！他有在看台吗？说不定他没看。一定有啊！有没有打桌架？桌子上。阿胖有要继续打吗？有没有？可以啊，你按，你先按，我不知道按哪里，你按，啊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他就不是要找我打的，我不是他的目标啊，那应该换我了，哎，看一下，哎，我对手是谁？哎，我真的老了，刚才反应都做不好，老了啊，就说你开始走综艺路线哦，不是本来就是综艺路线吗？先帮我按准备，我是偶像，这边按吗？对，那边按没关系，好，我再等就好了，搞笑偶像啊，我不是，没错啊，搞笑的。想当初认真来比麦卡杯的那个时候，刚刚我太多对空没有做出来，到上了节目之后，我真的老了，我这个转变，我真的老了，我不怕冷冬啊！打死叶子也走不出麦卡杯的威胁。我女性干爹，女性粉丝，对女性粉丝生气，只是开开玩笑嘛，你不要那么在意，对不起啊，你会怕，你会怕，不会啊，但我还是我小孩子还小，女性粉丝啊，哎，刚进还是谁？这个我没看过，就是立伟，应该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哎，我想念他哎，你说打西斗吗？古代人，西斗，哎，我前锋班的，你都喜欢不穿衣服完了完了。换屁事哦！不是不是，不是不行啊，不行！小蔡，小蔡，上礼拜那个表现很谁敢说？小蔡，阿 B 说他喜欢不穿衣服的。我疑问句，他都像钓鱼文呐、啊，你看这样啊。糟糕，好像有点钝。啊，好钝好钝。
太钝了。奇怪了，我每次在节目上没有自己。怎么会那个啊？中线。没有，他 PC 的啊。怎么在那边给他打一打就结束算了啦？好钝啊，怎么那么钝啊？可是 PC 那边可能不同步的关系吧，我在想。只好这样子了。这是怎样啊？这超快啊！这到底在打什么？这到底在打什么？有办法直接发现吗？对啊，不好意思啦，刚讲。好，不好意思啦 ，Apple Mouse， 谢谢你。老麦咖啡没水准啊，拔一下线啊。好。没有，他妈主管来了，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。小蔡不是之前这个时间都在上班吗？对啊，老板来了，他上班偷看啊。有下班再好好调教一下。离他们很远哦，跟我们太好笑了。实在是哦，以后你们有谁那个造成家庭失和什么，不要来找我负责啊，节目不是我开的、啊。没关系，他们自己造口孽。对啊，这都是自己的口孽啊。好来。我要先带小恰恰去洗澡了，麻烦各位帮我盯着先生。天哪！哇，太好了！今天视频节目精彩，我天哪！太精彩，太精彩，太精彩了！对对对，聊天室，聊天视频。做精华，然后把那聊天室画面截上去。一个男生吗？对，狂喜，大家都狂喜。小恰恰洗澡喽。你现在知道长得帅多被人家嫉妒了吧？我不，现在不是你长相的问题，是你嘴巴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啊，我嘴巴很正常啊。啊，这个好像是新手杯其中一位选手。还不错啊！哦，这是上次打到第二的吗？对，打到第二的那个龙。嗯，那还不错啊，还蛮不错。我之后有跟他稍微打几下，他的防守做得还不错。你刚不是呛他吗？不是，我刚刚是呛那个 Ken 另外一个，用卡林的那一个。来，动一下，好都可以。啊，完了！神龙拳，阿干没出来，太好了！这神龙已经要出东八村了，啊，神龙已经要出东八村了，恭喜你成为这里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要经过下一个阶段的历练啦，走出去的时候不要回头，这不吉利。把东八打死你就可以出村了。所以现在卢比是一个门槛的，没错。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，不吉利。不行啊，我今天对空都出不来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下下你，跳个。角度我喜欢，哇，这心眼是为了什么？他自己都猜不到他自己，哇！哎呦！他玩龙王还不错玩。龙蛮好玩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因为龙，也可以很威啊，然后它也可以很冲啊。它压的时候可以用最安静的压吧，但是你又必须要去猜。对啊，哦，这点断。它也可以很贵，也可以很冲啊，而且它6/6又15伏了，我又喜欢。哎，又摔，太好啦，加油，你要出村啦，出去千万不要回头啊，忘记你的老师。哇，他做什么你都要忘记，你都不要做。谁？哎呦，没错，好了，点死，出村啦，完了。他是野蛮的，我怕怕的呀。你是野蛮，人家不怕哦。他连气功都不能丢了。哎，丢了。他气功都不能丢，真的不能丢。我知道。我看卢比自己这边转他的蘑菇头。哎，小明知道蘑菇头什么？你又想干嘛？淡水一下是吧？你看你会气吗？我刚才很
就是遥感上的那个类比。我说你转蘑菇头转的好吗？没有。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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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，大家不讲，哎呦。蘑菇你打他，破防啊！刚破防你打他，不行不行，不行的。哎，没按到。长中可以接吗？不行不行，长中不行。气功不行。EX 接不行 ，EX 波动还可以。好，是吗？不是，就是极道满的普通气功还可以。哦，明天再来，继续在春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总有一天会出春的。KY 打得不错啊，其实我私底下跟他打打五五吧。哦。哎，你怎么会冠军呢？没有，上镜头比较紧张一点。好，谢谢 KYD， 谢谢。那下一位就是换叶子打，不用了吧？打不出，帮我最近拿一次。没错。不要吗？打一场可以。除非他们分数很低，可以啊，新手。放我先看 ID 嘛。先看 ID， 先看 ID。他先。对啊，换来的什么力？哦 ，PSY 可以。给那个吧，那个阿美打吧，登录。跟你很熟，刚好叫阿美。阿美是谁啊？阿美是做包子那个啊。功夫足球。没错，少林足球。少林足球。按登录，按登录。中间的。中间的 PS 钮。嗯。那个。哎对。好。然后按准备。哎。不是最左边。哎，他们好像没抓到哦，你要登录看看。这个。哎对。OK， 有了。不要给他们看到。哪一个？哦对哦。太好啦，我要来当摄影师啊。他玩哪一个？你要摄影，你会摄影吗？我很会啊，古代人，这只跟那只一样吧？一样。哎，古代人是不是真的还不错？他们好像还不错，新手。这个吧，对。是哦，可是我今天打他连端打不出来，因为他有个要集气的那个好。哦，对啊，那个需要练习。那个好难哦。对，那个需要练习。集气就是你都要先搬着握拳，甚至近跟远而已吧。对，我会。你这个没肌肉都当摄影师，这个表情有点猥亵啊！我要离开这里。你真的很烦呢。我要离开这里。你要怎么样？怎么？我笑得很像这样。我翻什么白眼啊？我怎么笑？我怎么笑？我问笑，我笑得猥亵。我当哎，我当你干嘛？我会偷拍。我要拍你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嫂子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叶子的哇，手术的功力强不强？哎、欸，下面怎么？好厉害哦！这个角度是哪一边的、啊？这个就已经打一个了，还要打两个，受不了哎、欸！这角度哪真的好厉害啊！哇，叶子的手栩栩如生啊！你看那个叶子的左手，他讲话马上放大，为什么？真的完全不会为我们所影响，就是一个认真选手应该有的表情，没有错。交给你，我们来看一下手速好了。懂卡，你这个手真的打得不错。应该还是要露他脸部表情吧，这个就是无法看到他。打呀，他在这种地方，这种地方。找你。不是鸡巴，因为淘宝店打保证。这边有啊，我问笨蛋。哎、欸，那个。妈，叶子快输了。屁呀、啊！撑住，撑住，叶子，你这种老伤哦。对。啊！快打他，叶子打他，用右手，用右手，用左手，左手指辅助叶子，左手指辅助。白痴哦！打他，打他！啊！打背。我跟你说，左手指是辅助的吧？你太吵了啦！你干扰我。继续。两个直男，谁两个直男？只有你是直男，干嘛？两个直男，打得很好啊！我已经帮你想好，我已经帮你想好出路了，你可以去转账摄影师啊！学姐，你看的，学姐，你看的哦，拍得很好啊！哇，这耳朵，这很烦哎！拍我的屁事哦！我觉得你老婆洗完澡看到这个画面应该傻眼，当你儿子洗完澡出来看到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其实你老婆说要去洗澡，应该是那个烟雾弹吧？你是吧？结果他没去，他还继续看。看，又走，很厉害，你看，你手不要在动啦，他手不就在练手的。哎呦，好痛。
啊，叶子危险。啊！啊，没有跳，来不及。来不及。来不及，好，换小明。表现很好啊。不要吧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，下一个观众要挑战的是小梅啊，快点抢进哈！啊，怎么办？我超级新新手哎，浪！别怕，我们看一下小梅的手速厉不厉害。浪我啊，拜托、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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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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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担心，观众都是很 friendly 的。你看一下小梅有没有锁骨啊？不要给他照，不要给他照。好好，再一次翻白眼。你干嘛拼他的？好，非常好，我回去就把这截图下来。真的很烦哎。放在双方台上面。不要，把你，我要把你这张图放在我实况台上白眼。好 ，PSY， 谢谢。我的青眼配上你的白眼。啊，小梅，你帮我移游标往上，然后把它踢掉，谢谢。踢出完整。谢谢，好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观众要来挑战的是小梅啊。我发现呢，我们爸爸爸爸系收视率最高应该就是这一段了。真的还是假的？洛克胖啊？啊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那胖叔想要跟叶子打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懂你懂。哎，还是我跟他打没有？啊，那阿 B 跟洛克胖打。你们打有什么好玩的？其实我也很想知道，电话给我打电话问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怎么知道？你可以选一只你没有在用，然后不准用气功，不准跳。啊好，不要穿衣服。那就是老三了，那就是老三了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讲的是角色的啦。我现在都不要回你话了。好，我们随便选一只。要选方啊！如果让我听到选方，选老三就可以了，老三够可怜的。你随便选一只哦，问号。哦，问号了是不是？我就出來。应该没差吧？我就一直考版圈就好。哎，对，你就随便乱看。你就一直这样。考版圈。好哎。好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没有问题啊。哎。结果还是没考啦。然后再往前呢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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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完了！我是转半圈按脚也可以，反正招式都是脚的比较多。嗯，超过时间的，刚好啊，最后一趴。那梁伦斯刚刚有说阿胖能撑过五分钟吗？什么鬼东西啊！那他就是有看我上礼拜的节目。我不胖，你一看就是撑不了了。哇，好猛啊！一直敲，一直敲。威力，你们要解防一下哦。好好好，吓一跳。哎呦，全分到！你知道为什么阿胖会靠两个威力揍你吗？他以为你是卢米。行不行啊？这次太乱了。还有。我现在感受到阿胖现在在窃笑，一直在玩弄叶子或者是那个小梅，他的一窃笑的脸。我觉得他，我觉得阿胖的照片把他放上去，我看他窃笑的脸。我觉得他应该很满足了啊。哦，甩一下啊！都浪的，哦，真的都不浪的。流浪哥，洛嘉没有在浪的啦。你可以不要靠升龙拳吗？对啊。你已经叫人家不要设技功了，连跟。喂。哦哦，阿胖说，如果你要他让你的话，你可以给送他一张签名照吗？喂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最好是阿胖会打电话响啊，这样子讲。最好是阿胖会打电话给你。怎么防啊？下是不是？哎，后，真的啊，有时间要来教小梅玩一下快打。哇！你要哇！哎，这你赶快拍啊！他们两个叶子跟小梅两个合完一只腰杆呢。对啊，来个特写，来个特写。没关系，现在摄影师不是？你不要乱学啊！你不要学季荣东啊！摄影师专业的。哎，我们两个玩一只腰杆很幸福啊，那只腰杆。啊，水哥，你想不想当那只腰杆？你真的搞不懂。我水哥不敢回我话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季荣东。就东窗，那不然水哥觉得那只腰杆
你是很过分。你是毫无反击的，你已经反击回去啊！你要嘴回去啊！你要嘴回去，心理系要嘴回去啊！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你现在太勾引他，以后一直欺负你，对不对？你的下场就会跟花花一样。花花会反击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我们谢谢流浪者都加入的趴，谢谢你。哎，我有什么？水哥说要帮他们两个报仇啊？真的吗？好，我领导。对，阿鹏留下。啊，算了，没时间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啊！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反正你有没有觉得这节目很可怕？甚至都有现金卡，现金卡。哎，还有你们不讲话会出事的，不讲话在上这节目，我觉得很可怕。讲话会出事，我突然觉得巴哈姆特是一个很和谐的地方。你不要让大家都笑笑，我们心里都在反碎，所以对方陷害，心里都在等啊。对，我们都在那个很注意金庸跟我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个今天很开心啊，那个好累哦。我们今天第二 part 有请到小屁孩跟 MVP 要来介绍那个手游，那也有今天一个快打也跟大家玩得很开心，那小梅也算是生力军啦，是不是？那以后呢，哦，不只是拜好拜好戏，然后以后大家都可以常常在麦卡贝的节目上面看到他哦，大家要给小梅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只要基隆东不在的话呢，我相信他应该是可以长久在那个麦卡贝待下去的。屁呀，有没有我？哎，怎样？他应该会人气更高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好了，那讲什么？好了，那我这边再跟大家补充一下那个比赛的消息，就是我们明天除了有聚会之外呢，后天那个小象的比赛在韩国哦，小象比赛在韩国下午一点，然后在我的台会做 host。啊，完了完了，一个特写之后人数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。啊，我可以讲话，然后摄影师特写这两位，好不好？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。好，那礼拜天大家可以看一看比赛，然后那个下礼拜五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拜好拍好戏，然后那也要感谢我们。赞助的干爹，我们公馆大姚，今天现场有公馆大姚提供的，那还有我们 Kingster 以及 HyperX， 那应该没有什么讯息要告诉大家。那下礼拜 RP 就不会来，因为下礼拜那个他去法国参加 Stunfest。那时间如果没有意外，我应该是在法国了。你要是有意外，我就真的把你打死！我跟你讲，没坐上飞机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。然后还出那个机票的问题之类的。对啊，好不好？礼拜三就要上飞机了。对，我真的压重本，你真的不要害我。你是有压，我压很多，真的假的？友情的表现，五倍大家拼的。好啦，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拜欧帕戏，我们下礼拜五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拜欧帕戏。No mercy， 谢谢，拜拜。小明，等一下很辛苦啦，等一下要上统城。哦，对啊，你们等一下要看统城哦。